哇，快媳妇儿，哇，看个大虾。哇，小两口，你们俩吃的也太有食欲了。这一锅应该很贵吧？哪有那么贵，大哥？这一个菜啊，才花几块钱呢。那行，你给我来2万块钱了。哎呦，快给我介绍一下。用不了这么多啊，在咱们家啊，这一张就够了啊。听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咱们家鱿鱼脖子啊，给你来上3两哦。这是咱们家扇贝肉啊，再来上3两哦。牡蛎上花甲肉2包，大个带黄的秤砣肉2包，醋油章鱼须再来上2包，今天下山的鸽子啊，然后呢再送2只大鳌，满满大箱14波海鲜，2.9还给你报价。啊，你这也太实惠了。哎，媳妇熟了，哇。哇塞，这大哥，老公又做这么一大锅。对啊，只要你喜欢吃，我每天都这么做啊。来，哎呀，小两口，快别秀恩爱了，赶紧的，给我来200块钱海鲜。嗨，大哥，你家冰箱能放得下吗？200块钱在我们海边，冰箱都塞满了。啊，真有那么多啊？这一张啊，都塞满了。来，媳妇儿，先别吃了，给大哥介绍一下咱们套餐。来，来，大哥，这还是咱们家深海章鱼须啊。来上2包，大个带黄秤砣肉来上2包，无壳的花甲肉来上2包，大海里面软排骨鱿鱼脖子鱿鱼脆来上3大包，大个带黄扇贝肉来上3包。这个视频啊，支持一下咱们小两口啊，然后呢，我跟我媳妇啊，再送你2只大鳌包，这么多海鲜啊，99块钱还给你报的价，真有这么多吗？是真的。哎，媳妇熟了，哇。哇塞，这大哥，老公又做这么一大锅。对啊，只要你喜欢吃，我每天都这么做啊。来，哎呀，小两口，快别秀恩爱了，赶紧的，给我来200块钱海鲜。嗨，大哥，你家冰箱能放得下吗？200块钱在我们海边，冰箱都塞满了。啊，真有那么多啊？这一张啊，都塞满了。来，媳妇儿，先别吃了，给大哥介绍一下咱们套餐。来，来，大哥，这还是咱们家深海章鱼须啊。来上2包，大个带黄秤砣肉来上2包，无壳的花甲肉来上2包，大海里面软排骨鱿鱼脖子鱿鱼脆来上3大包，大个带黄扇贝肉来上3包。这个视频啊，支持一下咱们小两口啊，然后呢，我跟我媳妇啊，再送你2只大鳌包，这么多海鲜啊，99块钱还给你报的价，真有这么多吗？是真的。哎，媳妇熟了，哇。哇塞，这大哥，老公又做这么一大锅。对啊，只要你喜欢吃，我每天都这么做啊。来，哎呀，小两口，快别秀恩爱了，赶紧的，给我来200块钱海鲜。嗨，大哥，你家冰箱能放得下吗？200块钱在我们海边，冰箱都塞满了。啊，真有那么多啊？这一张啊，都塞满了。来，媳妇儿，先别吃了，给大哥介绍一下咱们套餐。来，来，大哥，这还是咱们家深海章鱼须啊。来上2包，大个带黄秤砣肉来上2包，无壳的花甲肉来上2包，大海里面软排骨鱿鱼脖子鱿鱼脆来上3大包，大个带黄扇贝肉来上3包。这个视频啊，支持一下咱们小两口啊，然后呢，我跟我媳妇啊，再送你2只大鳌包，这么多海鲜啊，99块钱还给你报的价，真有这么多吗？是真的。哎，媳妇。哎呀，小两口啊，这样吃法日子还过不过了？吃的比卖的还多啊。哪有这么多啊，大哥，咱们海边啊，一个海鲜啊才花几块钱呢。你可不赶紧给我介绍介绍。嗯，好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咱们套餐啊。来，这样是咱们家鱿鱼脖子，给您3大包，大鳌带黄扇贝肉再来2包，3包啊，醋油章鱼须再来2包，牡蛎扇的花甲肉2包，大个带黄的秤砣肉再给你加上2包。今天下单哥姐啊，我再给你加上2只大鳌，满满一大箱海鲜啊，14波海鲜，99块钱还给你报价。哎呀啊，快吃，大鳌头熟了。哇，哎呀，小狼狗，吃个海鲜还秀恩爱，先别吃了，给我来100块钱的。嗨，大哥，100块钱您能吃了吗？100块钱才能买多少？咱们海边啊，这一张啊就够了。快，媳妇先别吃，给大哥介绍一下咱们套餐了。哎，来哥，这是咱们家扇贝肉啊，大个带黄的，来上3包。
大海嫩肠、排骨、鱿鱼脆，来了三包。剩下里面的章鱼须来了两包。大个蛋黄的蛏黄肉来了两包。五颗的花甲肉来了两包。这个包鸡蛋特别鲜啊！今天下蛋的哥姐啊，我再给你送上两只大鳌包。这么多海鲜啊，2.9，还给你包邮到家。真假的这么实惠啊？对啊，是真的。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，真假的。媳妇熟了，哇哇塞，这大哥。老公又做这么一大锅。对啊，只要你喜欢吃，我每天都这么做啊。来。哎呀，小两口快别秀恩爱了，赶紧的，给我来200块钱海鲜。嗨，大哥，你家冰箱能放得下吗？200块钱啊，在我们海边啊，冰箱都塞满了。啊，真有那么多啊？这一张啊，都塞满了。来，媳妇儿。先别吃了，给大哥介绍一下咱们套餐。来，这是咱们家章鱼须，来上两包。大个蛋黄蛏黄肉，来上两包。五颗的花甲肉，来上两包。深海里面鱿鱼脆、鱿鱼脖子啊，来上三大包。大个蛋黄扇贝肉，再来上三包。这个视频啊，然后呢支持一下咱们小两口，再给你送上两只大鳌包。这么多海鲜啊，2.9还给你包邮的价。真有那么多啊？是真的。